平时吃饭的状态几乎就这样，现在。然后兜兜抱他在旁边看，看，看一会儿了，然后小的开始下来捣乱。你咋知道呢？我没跟你看过呀，还没跟你吃过呀。别动，你不用拿。你看那小的，你看那小的，哎，你看那小的开始抢。小的也想吃葱。对。再给他葱白吧，他不爱吃葱叶，别给他吃葱叶了。看点酱。每天就这样。我那吃饭老操心了。你非得在吃饭的时候愿意给他拿出来，你吃完再拿出来再喂他不就行吗？有欠吗？你把那个葱叶都给他扔了，别要了就。那小的也跟着吃呢，你能吃吗？我的天哪，这是。哎，我真吃不了，给你块酱吃来，给你块这个酱吃来，土豆酱来，来个土豆丝，你齁着。哎哎，咸菜，我的咸菜，我的咸菜，哎，我的咸菜，我咋吃啊？